在这个寒冷的冬天，啤酒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快让你的男朋友做好笔记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加入屏幕上的食材，倒入啤酒，沸腾之后加入热啤酒的灵魂醪糟，搅拌一下，关火就可以出锅啦。一杯下去，微醺，身体都暖洋洋的。年底聚会越来越多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喝吧。